知道的关键字。在职参选。当韩总风光举办完放寒假预告大典，举起来328天的手还没做事，就离开高雄迎接更好的未来，两边的护主大队又开始恶心演戏了。总统日理万机，做很多很多各方面的事务，岂能像韩国瑜一样啊请假啊跑去自己选举，放弃了高雄啊，总统不可能忘记台湾。小英请请假。小英请请假，不过就是代职请假而已，讲得好像是新话题一样。你没有更应该要做的事情吗？你那么闲吗？2000年桃园市长吕秀莲请假3个月代职参选总统，2015新北市长朱立伦因为阿嬷叫他出来选总统也是请假3个月，2018年的九合一大选，蓝营有台中卢秀燕、彰化王惠美、云林张立善、金门杨振武、花莲徐真卫、桃园陈学圣，绿营也有西瓜大王、台南黄伟哲、宜兰陈欧珀、台东刘兆豪，他们每一个都给我代职参选，但民进党跟国民党是有出来靠腰。最帅的依然是那个早知道不会赢还选前辞立委选输退政坛的男人梁文志，说大做大。其他人通通把代职参选当成进可攻退可守，补助款满满在手的生意在做，根本吃碗内看碗外，始乱终。请问有人要出来改一下校规吗？代 A 职参选 B 职必须要先把 A 职辞掉，这样子的一个原则能够落入法律正确的规范，那我们也正式的提案。这个提案实在是太符合责任政治了，不代职参选更能表达候选人的决心与自信，我想如此纯粹的民主应该能得到各方的支持吧。像郑文灿、像吕秀莲，很多都是，我觉得民进党永远是两套标准。国民党不止反对，还帮敌营发声，闭上眼感受这份蓝绿的和谐，我都差点以为你们是共产党了。昨天两党还砍在一起，今天国民党的曾明宗就能代表民进党说话了。台湾政治就是全部都在演的大型实境秀，身在其中的人是看不清楚他们恶心本质的。我实在是看不下去。只要2秒钟，滑鼠移到右下角，用钱订阅358700，台铭爸爸生日快乐，段宜康。在全世界说到篮球你可能会想到乔丹，在台湾说到棒球你可能会想到陈金锋，但说到曲棍球，我想所有人都可以毫无悬念直接想到段宜康，那个欠全台湾人民一颗曲棍球的男人。说我说的不是事实，这粒曲棍球我就当场给吞下。他很强，他很强。段宜康，民进党不分区立委，新潮流系总召，绿营愤怒鸟担当。段大立委职业就是泼脏水，直的泼，横的泼，从上往下泼，反正只要不用负责就乱泼，爆料不需证据，大声就是王道，说到不做到就是他的人道。2008的这个总统大选，拿了1亿，这家公司是一家上市公司，啊哈，这家公司的老板拿出了1亿，捐给。马英九选总统，这家公司就顺利的去合并了一家具有历史意义的公营事业。5年过去了，宜康的曲棍球还在冰箱里，现在又收到法院的判决了。二审法院判决段宜康要赔偿60万，并且在脸书公开道歉。马英九、段宜康都提上诉3审，但最高法院认为原判决无不当，全案确定。意不意外？开不开心？法院认证的假爆料还可以继续当立委94赞。于北飞，你怎么判断公子呢？看着他讨厌，以前哈，根本就是一般百姓看了就不喜欢的那个样。他勇敢生啊，讲了就黑暗美啊。你要批评人家哪里不对，但是你要建议他说，那你怎么样改进嘛？对不对？熊莫阿曼，卖那鬼啊，那公家哦，啊，真正哎，刚才被王杰秀怕那一般人哎。叫他哦，先把气棍球吞下去再发问。党内党外都惹人厌，真的不简单。小段，我看你还是多跟世间学学吧。你私下来，我也教教你了。林国成。跳船跳得好，生活没烦恼。你看过时代力量的退党潮，有长左化身小绿绿帮小英拉票，也有慈庸退党选立委还获得民进党礼让，但这股跳船潮也吹到亲民党。曾经身为亲民党爱将的黄珊珊，是个6连霸台北市议员的强者，如今位置移动到台北市官员席。先恭喜我们黄珊珊副市长哦，从我们议会这里走到那里，这个第一次赴议会备选了哈，走了21年。黄珊珊去，
我是另外一个看法啦，三山不入地狱啊，谁入地狱？这段路肯定不是一朝一日可以走完的，想必文哲为了猎人头已经想了很久。留不住议员出走的楚瑜，又要怎么面对曾经友好的文哲呢？不要为一些这些枝枝节节的事情搅到里面。但就跟实力的剧本87%像，一个人走总是会寂寞。这次换亲民党在台北市议会的最后一个议员林国成，他们有需要，我不排除加入台湾民众党，我是很欢迎的，但是也要看他个人。不是、啊、你要不要邀请他入民众党？会啊。自己怎样都可以，都是看对方意愿。这种爱在心里口难开的剧情太好看了。刚好林国成女儿是民众党发言人，刚好在这周一退出亲民党，看到上面林柯两人的暧昧剧情，看来国成的去处已经很明显了。但阿北你不要笑，你忘记你还有东西没跟楚瑜拿吗？这个入场券啊，上面盖了三个字，非卖品。中职冠军，上个月中职人气王彭正敏恰恰的引退赛，吸引20,000多位球迷挤进球场，让许多球迷脸上挂两行清泪。而昨晚的中职总冠军赛，爪迷的泪水还停不下来。我不怪你。要迎接抛下彩蛋的时刻，这个球出手，你就自己拦下来，往一垒跑之后，小花球交给陈俊秀，比赛结束。恭喜蓝队团队！中职总冠军赛第五场比赛，实力坚强的桃园擒下勇猛顽强的中信兄弟，得下四场胜利后结束冠军争霸赛。走啊！一好球之后，这一球打在了右半边，感觉还蛮深远的，在右外野方向出去了。Grayson 刘世豪一局的上半击出了满贯全垒打。桃园6年拿下5座冠军，达成传奇3连霸，让恰恰终究带着遗憾放下球员棒。在一好两坏的情况下，恰恰今天第4次的打击机会，这一棒打在右半边，遭到了中前右的接杀。虽然说胜败乃兵家常事，但是回过神来，这个悬殊的比数是怎么回事？不跟我说我在看棒球，我还以为我看的是 NBA 第一节呢。20-3这种比分在棒球史上也找不到几段了吧？啊，我知道了，20+3=23，大概是要致敬恰恰球衣背号吧。恰恰隐退了，爪迷泪也该流干了。桃园夺冠了，原迷周末决定狂欢了。不管几家欢乐几家愁，除了感谢恰恰这些年带来的精彩，也感谢2019年每位在场上奋斗的球员，还有乐天接手后可能会被改名的拉米构思。我们不苟活。恭喜你终于撑到周五了，让我们用这首歌一起迎接短暂寒假吧。我今天要放假，嘿、hey, 我要放假，我今天要放假。 Oh girls put your hands up， 我今天要放假，嘿、hey, 我要放假，我今天要放假，每一天都放假。 B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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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m， 我要放假。 B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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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m， 让我回家。 B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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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m，快去追踪订阅老天鹅娱乐，随时掌握我们的最新动态。